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先帮我留意，是神武幻想。那我们三级把犯人要到我们采访之后，我们要去前往，好吵，前往滩记啦 ，Go Go Go！ 基本上那个另外两个支线任务应该是在这个主线剧情过完之后。桃石既然受伤，除了大树，我们应该也有希望领舞才是。是啊，不知道宗伯和南先生商量的怎么样了。桃石既然受伤，除了大树，临时更换领舞，这样真的好吗？风鸣村的乡亲父老，刚刚一直按错，和阿生聊聊。哎呦，要买吗？好，我先试试。明火。听说山神怎么会只是要让你参加魔祭？特别高，南老的导战肯定出错。还有谁能胜任领舞之责？一大早我就看见阿南把大树叫去，八成是想让大树顶替吧。大树的屋子呢？大树，大树不在。好，我们直接去试听吧。狗狗，狗狗。神灵指示这孩子的誓约之礼，可择期再办，这下可安心了。太好了，我可不愿这孩子落得跟飞星一样的命运。放过我的孩子，傻小啊。哇，大星来了，大星又下山了。小岛，快别胡闹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过去。我们先把其他的需要石灰与硫磺者对话都讲过一次好了。这个是不能跟他讲话。哎，啊。就是这个东西没拿，
200倍币很多哎。里头没什么动静。不跟我讲话。哎，不能进去了，进不去。好，算了。需要石灰与硫磺。村长家。整个白色东西是什么？哦，巨星点是不是？这应该也是更新之后的东西吧？村长若真要我推举，小飞星抓敌功劳大，不但有资格担任领武，更应该回村居住。伯承，本次诺祭十分要紧，尤其最后的明火更是代表我们对神灵的诚心。就算他身手不错，但也被进攻多年，若射不中柴顶，岂非犯了大忌？宗伯，就算我们都不行，还有大树啊。是啊，论功数，大树也是村里数一数二的。我方才也不小心伤了手腕，恐怕有碍最后的祭礼进行。大树，不如由村长试剑考验，谁人做到就让他领武。好，这道题每人皆可一试，把弓拿来。我的目标就是前方的奥狠，只要能箭射同处，就有领武的资格。谁来一试？啊，这是红剑将军的三星贯日。啊，三箭落于同处，这怎么可能做到？阿父，请让孩儿一试。星儿，屏气凝神，心无旁骛，眼中只有目标。是。一切声音都将在风的流动中静止，风止，风行。射。能，这灾星的攻术居然一点也没退步，太快了！你们看见了吗？没看清楚啊。阿父，孩儿冒犯。阿南，这下可没有异议了吧？今日魔祭的领武就由飞星担任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时辰也不早，快去准备。稍后的流程大家可都记住了？村子绕行完毕，就在广场就位，由我吟唱起礼。挪舞表演完毕之后，必须谨慎完美地执行明火，祭典才算顺利完成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
本先生。小灾星，你确实有些本事。但是今年挪祭若再因你有什么变故。南先生，这些年来我虽时常不能参加，但是一切礼仪舞蹈早已在山上练习得十分熟稔，请你放心。希望如此，到架上拿取衣服和面具去换装吧。是。跳得真好啊，飞星，经过这个祭典，想必大家会对你刮目相看。我也没做什么，不过祭典能顺利结束真是太好了。没有惹出麻烦是挺让人意外的。大树，我知道你是替我开心。还不快过去。阿父阿娘。星儿，娘就知道你就像你阿父一样优秀。衣服和面具都妥善放回了。我还有事要和南老讨论，你们没事就散了吧。星儿，你阿父性子就是这样古板，就算心里开心，称赞的话也说不出口。今晚村里煮了许多好吃的，难得你回来，多吃一点。谢谢阿娘。石头，去找他谈谈吧。我们的额外的两个支线剧情应该就是这个时候去解。OK， 那我们这集，刚才有存档吗？好，我们这集先到这边结束好了。喜欢我们要换掉频道，左下方图片的订阅，换掉粉丝按赞，这边最新消息右下角铃铛记得马上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的话，我们这个随时追踪到喽。谢谢大家这集收看，拜拜。